Hello，大家好。对，今天又是新的一天，然后换了件衣服，就当我没见过啊。然后我是 Rise 夏之光，在《白头的伴长》里面饰演李贺这个角色。他是一位真诚、阳光、开朗的肌肉猛男。对，然后呢，今天呢晚自习呢会有一些题目，然后有些纸条放在那儿，然后我将随机抽取一些纸条来给大家回答。我先抽了。第一个，以李贺的口吻录制起床铃声、来短信的铃声、来电话的铃声、早安晚安铃声。好，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录这么多李贺口吻？挑两个吧，那就一个是起，算了，起床就不要录了，因为起床铃声就是只要就是再好听的音乐用来起床，听个一周你就会很讨厌那个音乐。就录，所以别讨厌我，换一个吧。早，晚安吧。这是一杯牛奶，喝完赶紧睡觉，别担心。打雷了，我也在旁边，有事叫我。就晚安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电话。来短信了，来短信了吧，叮，欠费了，欠费了，快看信息，叮，欠费了，欠费了，快看信息，是这样，因为只要欠费，大家肯定会看。好，那再抽吗？是要全抽完吗？还抽几条啊？接着抽是吗？抽完了。一秒入戏台词版，工作人员给到剧中台词，还原剧中经典桥段。天哪！演一段是吗？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我们小题大做，不就几双鞋吗？至于这么在乎，对吗？好，我来告诉你们，这双鞋是我高一那年参加海文市田径锦标赛时穿的。那年我就跑了第二，老白说没关系，再跑回来。第二年，我穿着它拿了第一，还破了当时的记录。江源那双荧光绿，一直陪着他拿到了第一个长跑冠军。林川，那双是他的幸运鞋。每次比赛，都要带着它，才能发挥真正的水平。被丢进垃圾桶的那双白色板鞋就是云翔的，那是他去世的外婆，在他第一次比赛获奖时候给他买的，这是他的宝贝。我们从来不碰。告诉大家这些，是因为这些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勋章，他们比奖杯还要宝贵。除此之外，也谢谢你。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也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回了球鞋。好。下一个，爆料剧组趣事，在剧组玩什么游戏？玩游戏谁输的次数最多？玩什么游戏？我记得最深的应该就是抽皮条了，就是那次就是咔咔咔这么抽。那玩什么我忘了。萨瓦迪卡什么东西？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啊！对，有个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是怎么玩来着？我也忘了，反正基本上就是玩一个扫把地卡，还有个什么抽皮条哦，谁输了谁就被挨抽，然后老输的应该是谁呀、啊？江源，不是，带路娃吧？袁彩希班长，对，他输的应该比较多，对，这个有马需要打，不需要什么？
我把它摘了，就这样吧。对不起，喝点美式。今天从工作一天了，有点得提个神。下一个。大家都夸那个口红很好看，问是什么的，不可以提是吗？嗯。4号。416。416，是什么的416？那他们怎么着416？对不起啊，频道就是了。对。然后剧中李贺给袁采西校训绣了大红牡丹，一边穿针一边快问快答。什么意思啊？让我穿针是吗？对，穿针引线。那不是针在上面？我知道，我会用。小心，转一转。啊，对不起，我不会用。转一转，小心点。我拿这个就跟吧。好，拿到了。开始了吗？那我们要开始问喽。OK，你开始吧。用三个词形容李贺。真诚、阳光、开朗。女团舞还是乌龟舞？乌龟吧。嗯，QQ 号是几位数？9位吧。剧组 NG 次数最多的是谁？这我怎么知道？反正跟着我 NG 次数都少。谁是剧组最憨的人？最憨？你是指角色还是指人？人。人的话都没有，因为大家基本上结束，要么都是在睡觉吧。那角色谁最憨？那肯定李贺呀。最近一次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不对，我上次穿针的时候很快的，这个线有问题。换一个线。没事，你说。最近一次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开心的事情啊，此时此刻。好了，穿好了，你没有机会问了。有8根针。要8根都要穿啊？让我把问题问了。什么东西啊？3个问题，还有3个。Yeah。再穿一个，我看一下。小心。最喜欢吃的三种食物。泡芙、番茄炒蛋、牛肉。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海蒂和爷爷。最近最喜欢用的表情包。不用表情包。这根线穿上问题就没了。问完了吗？那就还穿什么呀？别穿了呗。可以不穿。不行，我就来穿上。它这上面有毛毛。好了。谢谢，没事，你们小心，就放这个好了，先放着吧，你们别弄，等会儿，我，好，下一个，第一次拍吻是什么感觉？哇，就是害羞紧张没了，就还没什么感觉。朗诵并表演总裁吻，今天就要断，哇，这个能不表演吗？我觉得李贺特别反感这个东西，李贺选择不。可以选一个吗？你要不先看看。对，你先给他台本看看。15。哇，好恶心啊！4个选项，你可以选一个。邪魅一下，这是读出来的哈，读出桥段是吗？不是读出他的那个，就是选一个。啊，你读完可以表演一下。我还要表演啊！我不会，我不是总裁，我没有钱。代入感的读一个。女主在病房醒来，闻到身边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感到有些不适。男主见此，冷冷的对护士说：“空气换掉。”下一个，
还要抽吗？那等于是你不如把所有题目都张开让我弄完好了。模仿理科表情包。哇，这什么东西？这怎么模仿啊？要模仿几个？你可以选择。陷进去了。烦死了。你可以先展示一下表情包，然后再模仿一下。我可以的。劳动时我越发帅气逼人。啊，算了，不妥了。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好了，差不多了。你有意见？这个你搞一个。还跟他们唠嗑，刚刚已经唠了40分钟了。你们说说吧，你们想又有什么问题想问呢？有人让你脱衣服。我就不想读这段，你还要给我读出来。哎，有个说保研考研成功还是保考研成功，祝你考研成功，加油。快点，这趴只有5分钟，我们可以对话，不要再让我拖了，我不可能会拖的呀，对不对？祝你明天答辩成功，加油！高考也要成功，加油！祝福环节了，这是。期中考试加油，六级考试加油。哦，那个直播，游戏直播我已经催问了很多次了，但要不让我经纪人来给你解答一下吧。来，我们就基本上就是我能做肯定就是想做的，对，如果到时候看吧，就是能做我肯定是想做的，对。祝你中彩票，这我也想祝我自己中彩票。有人说欠子上，祝你瘦到110斤，110斤啊，女生。不都应该瘦到100斤以前吗？对不起啊，我只是因为我的经纪人太瘦了，他一直在跟我说。但是我觉得不管瘦多少斤，还是健康最重要，因为像我就是。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140多的时候暴瘦到100，就是瘦129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身体不好，所以就是不管你要瘦到几斤，我觉得身体最重要，重要最好，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样子其实都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喜欢可可爱的，有些人喜欢苗苗条条的，就是做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如果就算是要减肥的话，也要健康的饮食，不能直接断碳，还是要慢慢的摄取，最主要的是要运动。而且瘦不瘦自信最重要，自信最美丽，对，你值得拥有。双眼皮教程啊，就是把眼睛这么抬起来的时候，哥有双眼皮贴吗？对，等会给你们示范一下吧，要不
现在来了哈。但是我今天，那你比如说，你看你想贴的话，就是你把眼睛抬起来，你看你这有条线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双眼皮贴，就是贴在这个线上面。它就不会特别的浮夸，因为我这个今天的双眼皮长得还可以，所以就没必要再贴了。但是如果你想贴的话，就是不要贴太上面，你就买这种的，我也不知道这种的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肉色的，对，然后你就把你的那个线，看见那个线，然后把它稍微贴上去一点点，然后就可以了。我今天就不贴了，因为我的双眼皮今天它还长得还可以。那你现在继续抽吧。还要抽啊？因为还没有抽到回答粉丝提问那一趴，他们有给你一些问题想问你。李贺腹肌在操场被围观，现在还有八块腹肌吗？可以秀一下吗？只有6块吧，但是秀不能秀啊，因为我们这是正经直播，对吧？等会儿拉闸了，一秒入戏表情，不要演了吧，好累啊！一定要演吗？演两个吧，好吗？一秒入戏表情版，用表情表演工作人员念出的场景，不能说话。当袁彩琪主动约李贺周末去游乐场。等会儿一秒，就是他约我去游乐场什么？就是一个情景，就是他袁彩琪约你去周末去游乐场。就是表情吗？我表演完了，就那样没了。然后是李贺和好哥们吵架。吵架怎么表情表演出来？无实物吵架。李贺不吵啊，直接。行，下可以再抽别的。你下，那你再念一个吗？有个跑。当李贺看到袁彩希被叶景熙拉走。你画我猜，画森永高中的同学们，弹幕来猜。对，哎呦，我真不会画画。现在长大了，真不会。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现在在画哪一部分？我自己都猜不出来他是谁。你们猜一个，猜谁都对。有人说是李贺。当然不是李贺了，李贺，啊，这眼我把好难受。有人说当然不是李贺，啊，对，就是林川，嗯，说的对，是林川，就是林川本人。怎么看出来？因为他，因为他胳膊和腿比头都还细，就他很瘦，所以是的。下一个吧。拜托了班长，跟之前拍其他戏的感觉有些不同，有哪些不同？提前做了哪些准备？
不同很明显，因为这部戏是男一之前的都不是，然后之前呢最多的也就100多场戏，这个戏呢有600多场，而且是在59天左右拍完的。然后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就是基本上拍戏之前会提前的围读，然后会提前的上一些表演课、训练课，然后针对人物的也会上课。然后其中呢就是剪纸、塑形，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吧，对。用李贺的方式推荐拜托了班长。Hello， 这里不是春之光、秋之光、冬之光，也不是夏之光，这里不是南贺、东贺、西贺，而是李贺。那真诚热情的李贺推荐您每周也不知道几，反正来腾讯视频看拜托了班长。对，现在免费播已经达到了10集 ，VIP 可以到了16集，还可以超前点映看到大结局。看了这部剧，看不了上当，看不了吃亏。不管你在何时何地，只要点开它，就能舒缓你的心情，减缓你的压力。大家赶快去看吧。你和表情包是已经是制作过了，刚才是模仿，这个是画，你可以自制表情包，自制表情包，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反正是写字就行了。我的妈呀，对，你瞅啥？瞅你咋地？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舒坦，这是帅哥，这是形容了，不是表情。可以，咱们还抽啊，只剩4个了。要不都打开吧。听说拍操场戏的时候无锡40多度，这种温度下跑步什么感受？晒黑了多少？后来怎么美白的？哇，这个真的好像有上过一次热搜，就是无锡太热了，就是无锡当时体感温度是全国最热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跑步是什么感受？就是已经不敢感受了，就是只要感受一下就好难受。晒黑了多少？怎么美白的？晒黑了很多，可以说是，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
怎么美白呢？就是用碧柔防晒，对，然后用坚持用碧柔防晒，一直涂它。因为我当时晒的基本上很严重了，都晒伤了，全身都红的不行。最后呢，就是用碧柔防晒，然后呢一直涂，不管冬天夏天都是要涂，因为最后进入了夏天呢，它还是会紫外线的照射，所以我的冬天也是涂碧柔防晒，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现在慢慢捂的已经回来了，对。然后多补充维 C， 西红柿啊，柠檬汁啊，对。都懂都懂，评论不要刷的那么明显。以李贺的口，哎，这说过了。回答了拜托了班长官微收集的粉丝提问。哇，这还是个延伸题。哇，这还有这么一堆。是第十集。14。哦。李贺给夏中王带来的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我觉得心态上吧，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会有很累或者是压力大的地方，然后其实想想李贺呢，你就会开朗很多。因为其实李贺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挫折，但是他其实就是靠自己的心态积极的面对，慢慢就好了。对，李贺最开心的一场戏是什么？最开心的一场戏是指我拍的还是李贺自己本身觉得？反正我拍的时候最开心的一场戏是去游乐园吧，对，因为那时候最后一天杀青，不是说开心啊，只是觉得说当时因为600多场戏拍到后面突然杀青的时候，去游乐园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任务要结束了，而且是在开心的地方结束，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因为游乐园的确挺开心的。有人说李贺是你本色出演，但是现实世界公关和角色赫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李贺和夏中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的确是有相像的地方，但的确也不是说完全的一样吧。对，然后本色出演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我没有他那么的开朗，也没有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直接和执着吧，对。因为毕竟是电视剧嘛，如果把李贺带到现实生活中，他这种执着，他撞不破南墙，他已经被撞破了，他自己被撞破了。最近有继续练拳击吗？最近的话，最近是没有的，但是有频繁的看拳击比赛。校霸为什么要留瓜皮头？当时其实有考虑过要剪成那个平头的或者寸头的，但是因为有团体的一些活动，没办法，最后只能留瓜皮头了。体育生李贺和艺术生夏之光 battle 的话，谁会赢？ battle 什么呢？主要是，如果你要说 battle。他的跑步肯定他呀，我跑步不行啊，对，感觉好像 battle 什么都是他赢。拍小乌龟那场戏的时候，内心 OS 什么？猛男光光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倒没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内心 OS 也都还好，没有什么内心 OS， 只觉得说要把这场戏演好。还有，你是全世界最帅的小乌龟，这句话也是我临场加的，也是对着镜子。因为原本拍摄就是在里面换一下就好了，但是后来什么换的时候什么乌龟头掉了呀，然后鞋蹬蹬蹬半天才穿上啊，还有对着镜子最后来了一句，李贺你是这个世界最帅的小乌龟，也是自己加的。原本只是一个蒙太奇，对吧，就只是蒙太奇去拍一些自己换装的场景。然后想对最近从爱光爬墙成爱贺的粉丝说什么？没关系，爬吧，因为之后的角色你们也会爬。这我先不要放的，我努力让你们爬，就是把它诠释好之后的角色。还有吗？还有最后一条是吧？那就不要让我抽了，你直接告诉我的，你的文案直接应该说这里准备了一些晚自习题目，我要从中别随机抽取了，全部回答。网友粉丝都很磕贺仔 CP， 现场看贺仔 CP 混剪视频，什么意思？让我自己看啊，他们也要看吗？
哦，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我看不到，你这个是防窥吗？那个喷水也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自己喝着染他看我，然后水喷到自己脸，也是。这个塞鞋也是自己设计的，当时穿鞋就是也是自己设计，因为想体现就是李贺从来没有喜欢过女孩，也没有照顾女孩那种直男的方式，就是给她脚硬塞。是白的这枚滤镜，谁你们剪的吗？啊，哦，剪的还挺不错的，可以。下面我们将会连线一下你的一位森影高中的同学。嗯，我都知道是谁了。电话号码不能透露吧？对，你就不要给他们看到。得先稍微拉过来一点，谢谢。喂，喂，你为什么不来上自习啊？李贺。对呀、啊，你为什么不来上自习啊？我在干饭啊。你在干饭？上课时间你去干饭，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吗？你为什么不来学习啊？你一直当万年老二吗？宁泽宇都在，你为什么不来？他在还用我？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你这话说的奇奇怪怪的。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刚刚马主任过来了，你赶紧回来吧。哎呀，马主任都过去了。对啊，啊，你在干嘛呀？我刚收工，我在干饭嘛。哦，你星期开机后，你还干饭啊？你去年你就说着你要减肥。没事，一年岁数一年人，换目标了是吗？没有。该怎么说到哪？我跟你讲，肯定还有些问题哦。OK， 哦，你还在无锡啊？啊。嗯，挺好的，挺好的。记得防晒啊，不够给你寄点碧柔。你的碧柔我还没有用完呢，我一直在用。还没用完？啊，那你用完跟我说哈。那这有些问题想问你哈，之前带你说。那我不是准备说吗？之前戴露娃在采访中说李贺、宁泽宇、叶景熙三人掉入水中会先救叶景，你为什么要救叶景熙啊？他瘦啊。什么？什么？他瘦啊，好救。什么瘦好救？那我救了你那么多次，以后都不救了。那你觉得袁采熙为什么三个人中会喜欢李贺？李贺。优秀。不是，你得说具体哪一点，你这样太敷衍了。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八块腹肌最优秀。
他想干饭，要不先挂了吧。在剧中演女学霸什么感受？你用当吗 ？OK， 看李贺、袁彩希日常互动有被甜到吗？你有看吗？有看呀。嗯，那你看李贺、袁彩希日常互动有被甜到吗？李贺、袁彩希互动有被甜到吗？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你觉得呢？不是我问的呀，是他们写的呀。你觉得我会问你这种问题吗？我自己都是其中扮演者之一，我不觉得尴尬呀。你先说。哎，不是，其实，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其实咱们两个在，其实，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并没有觉得有很多有甜的地方，你不觉得吗？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就。稍等一下，直播断了。啊，直播断了，稍等一下，直播断了，对不起。啊，不是断。你在哪直播？我在挖机机挖的大楼。好了。北京。对，啊，好了。因为你就是之前我们在试演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演的时候你并没有感觉很甜，但是当他看出来的时候却觉得很甜，就是简单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好在于甜的好在于哪儿，就是说他很那个，他很自然，他不会像是普通的那些桥段一样去硬写一些套路，硬凹一些情节，然后让男生故意对女生甜之类的，而反而就是很真诚的，就是说李贺想要对戴露娃这个角色，想要对他，对，不是李贺想对袁彩希好，对，李贺想要去表达说我喜欢你的这样子，所以会感觉挺甜，所以就是很自然的甜。哇，我们俩这么自夸不太好吧？没有夸李贺、袁彩希，夸他俩的。那，他给我挂了，给我挂了，为什么？稍等一下，给他拨回去。直播事故，这一定是直播事故。哎，我的手机的 SIM 卡怎么显示无服务了？我换了。他不接，估计正在打回来的路上。还不接，你再打两次，我微信跟他说一下。好吧，联通罢工了。要不让他干饭？不行不行，后面没了他，后面20分钟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对个啥？对。好，第五个问题，问戴露娃，现实生活中直男暖男竹马选哪个？竹马是什么东西啊？竹马就是梅西。从小一起长大的。哦，我还以为是，嗯，我以为海马那种的。那我选直男。其实李贺不是，我觉得李贺很暖啊，对啊。李贺他又直又暖。对，他不是那种，明明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样子，就是我还要做。他是先去做，做完之后，如果你不喜欢，他会去做出改变。但他初心就是想让你好。所以他不是那种纯纯的那种很蠢的那种钢铁直男，对。对，他会慢慢的变暖。对对，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夏之光？现在说的是戴露娃提问时间。让我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瘦？瘦了，因为我前两天开演唱会嘛。然后就减肥。对，太累了，那演唱会是真的。我演唱会我们前一天在台上站了18个小时。那你们演唱会怎么样？我真的哇，太遗憾了。还可以，你遗憾也没有用啊，没有票给你，你怎么来？不是啊，根本抢不到票。我们自己也没有票，对。但是你如果你下次后面要来的话，我提前跟谁说呀？反正就跟他们说一下吧，看能不能给你留一下。好了，你问我问题，聊开聊偏了，对。那就别问了。不行，你不是让我问的吗？刁钻就别问了，问正常的。好了，你问吧，问吧，问吧，问吧。你还记不记得袁彩希最喜欢吃什么？
哦，哇哦！西红柿炒蛋是有一个。嗯，那是谁做的西红柿炒鸡蛋的？那是我做的啊，那个西红柿炒蛋真的是我现场做的哦。后面哎，姐，我当时有拍视频嘛，后面可以剪成那个 vlog 发在小小上面，就是真的是我现场当时自己做的西红柿炒蛋。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可乐鸡翅。可乐鸡翅。不是可乐鸡翅，就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啊。不，还有其他没有了，就生产鸡蛋。对，好，那答对了。好，下一题。哎呀，怎么还不刁钻吗？不刁钻啊，我都记下来了。对。还有什么问题啊？你那边没台本吗？这边这么多问题，五个问题，你们还问了个第六个问题，哪来的第六个问题啊？哦，那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刁钻，因为我都记不起来。不是说不要问，夏之光，抱了几次公主抱给袁采西？你是指 NG 的加上 NG， 还是说就总共是距离吗？啊啊！就只算距里面吗？嗯。我这边弹幕说四次，待会儿我算一下，一次。然后谁偷看答案？一次是。你生病，然后一次是那个，一次是那个记者，还有啥呀？我只记得这两次。哦，火灾一次，火灾还有一次，三次，是三次吗？你自己也不知道。还有一次呢？不是三次吗？还有四，第四次是什么？大明星那次啊，就是你救我的时候。对啊，我不说了吗？三次吗？就你的那一次，就你那一次，躲记者那一次，还有火灾那一次，三次吗？哦，超市购物车。哦，超市购物车也算啊。哦。哦，那个是吗？哦，那个是吧？是的。超市购物车四次，四次，四次。我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两个就是最后一次。去游乐园的时候，你真恐高吗？我不啊，演出来的呀。啊，对，你不恐高。对啊，我不是恐高，就是我就是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其实会害怕坐什么过山车和大摆锤的，因为自己这个心脏很难受。但是恐高倒是不怕的，而且我们玩那个真的一点不恐怖，对不对？那没办法，没有什么恐怖的项目，导演要让我们演出恐怖的感觉来，没办法，只能这么演的。跳楼机吗？害怕，对，我身体受不了那种，但是我不怕鬼啊，鬼屋什么的无所谓，但是那个的确怕。那还有三个还行吧，不算刁难你吧。嗯，不算。这上面五个问题一个都没问。啊？哪有鬼？哦，有一个第二个问题问了，第二个问题问。好，然后有现在是一个旁白提问，两个人回答。就是对自己和对方角色的初印象和现印象是什么？你先吗？对自己和对方的初印象，我对自己的初印象高冷。角色不是角色，对别人。对啊，角色袁采西很高冷啊。哦，我们要互说自己的，还要互说对方的啊。哦，你先，啊，说吧。先说我自己的，就是袁采西很高冷嘛。然后李贺的话，给我的初印象真的是那种。很霸道，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到最后呈现出来的确实是不像我之前看的那样，就是他还发现哎，他没有我当初那种很霸道的很就是特别不讲理的那种印象。我呢一开始对袁采西这个角色是觉得说就是学霸然后挺无趣，对，因为就是除了学习啊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对自己呢一开始就觉得说哇这根本就不是校霸呀，也太蠢了吧，也太憨了。对，然后对你的现象，因为咱们俩不是对我们俩这个各自角色不是每次都会去提想法和做出改变嘛，包括我们提到关系线，所以到最后面的现象呢，我觉得说袁采西这个角色他其实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他有很多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然后
还是挺可爱的。然后李贺这个角色呢，到后面我也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不是单纯的蠢，他有很暖心和体贴的一面。对，嗯，回答的蛮好的嘛。嗯，谢谢。那如果有机会穿越回高中，自己还想成为分别成为李贺和袁彩希吗？还是说有自己想成为的其他的学生类型？你有吗？嗯，我想一想啊，如果有机会穿越回高中的话，其实我想当第一名。啊，你不想当万年老二是吗？对。啊不，老二挺好的，枪打出头鸟，你不知道吗？对。哎，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是想当老二还是想当老大？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我要当老二。嗯，我啊，那我还是当老大。我还是当李贺当老大。对，为什么？因为我做那杆枪啊，我不做出头鸟，我做那杆枪不就好了？所以前面是套路是吗？对对对，好，没有也没有，临时想的、嗯。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拍一些浪漫的情节的时候，有什么好笑的事或者糗事吗？都哪些浪漫情节？比如操场、游乐场、广播站、嗯。就是浪漫情节的时候，有什么完全不符合现场氛围的，或者很搞笑的事情？你先说。好，行。我想一下。我也得想一下。我们俩没有什么浪漫情节，真的。其实没发现我们的没有什么去什么氛围，我觉得我们唯一场有个氛围的就是说，我把袁彩希拉到那个亭子底下，然后点了那个，我觉得那是唯一一个制造浪漫的情节，其他的全是靠这个角色本身的魅力而带来的甜的东西。没发现其实你想不到什么很浪漫的情景吗？其实没有，就是两个人的，那个什么，对对对。就是两个人角色带来的那个东西。哦，有一场，就记不得那个叶锦熙弹钢琴的时候。我也想说那一场。对对对，那你说我补充还是我说你补充？啊，你说我补充。行，就是有一场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我们俩就是叶锦熙跟袁彩希就是有点情投意合的时候，然后突然。被你弟弟叫进去了，然后叶锦熙开始弹钢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俩商量好，就是说一定要说，就是袁彩希她不能带着爱意，不能带着情意去看叶锦熙，否则到后面的话就不对头了，否则袁彩希就变成一个渣女了。所以我们俩当时商量着说，这段因为把那个叶锦熙拍的高光时刻很唯美，所以千万我们两个人需要去有共鸣，因为我们刚刚才有了情投意合的感觉。然后呢，结果我们戴露娃老师。进去那一刹那，被钢琴和灯光氛围一打动，满脸爱意的看着叶锦熙，我当时就说：“哎哎哎哎哎！”他说：“啊！”当时就那个少女心就是爆棚，就看着叶锦熙，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再这个样子拍出去，你就是渣女了。”救命啊！对，那场戏就是因为是叶锦熙的高光时刻，所以当时戴露娃老师是完全把持不住，看着叶锦熙是不是完全一脸爱意。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当时说这是干嘛呢？上一秒跟我情投意合，怎么下一秒就这么样看着别人？对。弹幕说你好。我刚想，就整场就最浪漫戏就是没有他弹琴的那场戏，就咱们俩在外面就是站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用太多动作，就是站在一块儿。就反而我会觉得我自己看的时候还挺浪漫的，就是进去的时候，其实第一遍是那个钢琴。是好听，太好听了。对，那个钢琴其实挺好听，主要是那个灯光，因为人的情绪很容易受那个音乐所波动嘛，所以的确是。但是这场戏 NG 了好几次，最后戴罗娃老师强硬着把自己的情绪掰走了。那不是还是听了你的建议，就是你说的对。否则的确你要这样带着情意看的话，到时候拍出来袁彩希的确就是个渣女了，所以还是需要去。
不是，是交流啊，嗯，谢谢，不敢当。好，谢谢你。我最后是一个小游戏，答非所问，就是你提一个问题，然后戴露娃老师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比如说，你说我你吃饭了吗？戴露娃老师要说你真帅。好，听懂了。好，明白了。然后那就我提问喽。嗯。李贺是不是最帅的？我今天吃饭了。跟我搭档拍这部戏你开心吗？今天路上有点堵。说一个我或者是我饰演角色的优点。我还没吃饱。你还没吃饱呢？下一部戏想演什么角色？你要睡觉了吗？第一次在片场中见到我是什么印象？我那个，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什么游戏啊？我想不出词儿了。那你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第一次见到我在片场是什么印象？第一次在片场见到你是什么印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在片场，我们应该准确到就是在排练课的时候。对对对对，排练课。我觉得你人真很好，因为就是大家上一天表演课，就是我们两个是唯一一个，你是第一个加我微信的。我当时就哇，这个人真的太好了。不是，当时是那你想多了，是制片姐姐让我加的。她说这是女一，然后你去赶紧去加一下微信，然后跟她聊一聊角色什么的。我说好，那我就加一下。但是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啊。哦。这有什么好？加个微信有什么好的？又不是给你买了饮料。哎呀，因为你是第一个。啊，那你说一下第一次在片场见到我是什么印象？那是化了妆。对，你不要不化妆的时候和化了妆是两个印象。对。第一次在片场见到你的时候，我想一下。就第一场戏嘛，你记不记得？第一场戏，就是我们俩在食堂外面那场。对对对对。很凶。哦，对，那场戏是因为你不是去跟叶锦熙去小地方了吗？不是。对，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这种你性格太凶的戏，但那天我们俩不是第一次演这场，就是突发脾气，我说哇，这太凶了。没有吧，还好吧，这还好。好，下一个问题，谁是你在剧组里最好的朋友？让你不要回答，答非所问，干嘛呢？啊？什么？啊？完了。好，你问我吧。哎，李贺是不是最帅的？不，他不按照题干来吗？自由发挥。你才自由发挥啊？怎么了？我还有脚本啊。啊，你那边没有脚本吗？好，我回答，你再问一下。我刚刚问什么？哦，李贺是不是最帅的？反正袁凯熙不美。你吃早饭了吗？我刚喝完美式。嗯，那个，我昨天刚买件衣服，很好看。问题，你在这给我来个肯定句。啊，问题，怎么回事？这玩戏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呀。这也不是那个你问的。喂喂喂。啊。跟我搭档拍这部戏，你开心吗？如果没拍这部戏该多好啊。开玩笑。说一个我或者是饰演角色的优点是什么？这部戏啥时候播完？你最近想去做什么事？我想成为亿万富翁。哎，这不算是答对那个什么答我的问题了吗？哦，这算回答你的问题了。这个游戏好无聊，说实话。平手。
达成平手，他说他算我们达成平手，打平了。嗯，哎呀，我天哪，赢了一把也太难了吧。不难不难，差不多结束了，差不多结束了。你们两个一人用一句话推荐一下咱们这个剧，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我们一人一句话推荐这部剧，我们一人一句话推荐这部戏，然后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可以。嗯，你先吧。希望大家都去看《拜托了班长》，然后多多点赞关注我们的贺派 CP， 然后还有什么我的最好的朋友韩雅一，还有我们的 F4， 还有我们的大明星，每个人都很好看，对，一个都不要错过。还有雨神呢？对啊，雨神要留给你说。你在说什么？你在，你一天天的，你在搞笑吧？你在，这是正经直播，别拉闸了。就是综上所述，他说的都对。然后呢，反正大家就是多来看看我们这部剧吧。嗯，然后呢，这部剧还是比较轻松，然后比较诙谐，说不定呢，你在中间可以找到你曾经的过往，找到你曾经的青春。就算找不到呢，你也可以带入你的这个思绪，然后去体验一下高中生活，去体验一下高中情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套路，它非常的真诚。然后平时吃饭啊，高铁啊，都可以去看，坐高铁啊，都可以看一看。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关注关注我们演员的接下来的作品。对，然后也是大家每一个剧组的演员都，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也非常敬业。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后续的作品，然后也去先多关注我们班头的班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拜拜，拜拜，拜拜，加油啊，拜拜。好了。还有一分钟，跟大家告别一下，我们就结束。跟大家告别。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啊，我们说不能改词儿。啊。跑掉了，谢谢，对不起。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嗯，然后还是那句话，大家有空就都看，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拜托了班长》，还是挺不错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剧组的演员们，然后也关注《拜托了班长》这部剧。辛苦了，拜拜。